到底派谁去呢？看屁呀、啊！要色诱你去。如果你想终身残疾的话，真是头疼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你们一点为团队献身的精神都没有吗？那么，陛下难道不该以身作则一下吗？图兄，当领导的哪个不是躲在最后面的？不许叫我图兄！胡说！我身为国族的领导，事事冲在最前面。难怪连幼儿组都没冲出去。好、哦，既然如此，棍棍秀就由你来色诱艾兰吧。真是可笑，连我们都对国足没兴趣，你以为艾兰会有？哎，要是小妹在，我们一定能说服小妹去。不要看不起我们，我们很闷的。冲出亚洲！哦，如果在日本，你一定行的。方金明，你认为呢？老流氓居然打我们棍棍兄的主意。棍，穿上衣服。还有小尿人，看朕削了你们。无法直视啊。怎么吃惊了？你还是带上欺诈宝珠吧。要不是这该死的匹诺曹鼻子，我就是标准的美巨魔了。我宁可被欺诈。不行，那样太容易被联盟认出来。你这样更惹眼。居然失败。奶奶的，要是换成麻将，可我一个挑了他们全家。就是，这是歧视，为什么不能有其他选择？哦，可能麦迪文打麻将连内裤都输了，所以特意弄个大家没见过的。这和我们玩的象棋还不太一样。这叫国际象棋。真显得蛋疼，艾泽拉斯弄个国际象棋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学呗。你们有谁会下国际象棋的？学都没上过，更别说下棋了。既然都不会，那就按我的方法来吧。现在怎么办？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别急，容朕想想。我们为什么不踹门进去直接弄死他？这破设定真不自由。哪有那么自由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就是啊，你看起码我们不用拉屎撒尿，饿十天半拉月了也死不了。死了还能复活，永远长生不老，悲剧的永远是 NPC。 没错，比如这个哀老头被人日100遍，还天天舔着脸的出来现。瞧你说的，上天不生无用之人，这哀老头之所以在这儿，不就是为了天天被人揍吗？大妹此话有理，不过好歹也是大儿子冰火奥三修，却只能整日憋在屋里一营。有得必有失嘛，拥有强大的力量却无法出去祸害人间，真够讽刺的。嗯，换成我就乖乖交出装备，还免去百顿毒打。人吧，有时候会想不开，墨守成规惯了就更不容易突破自我。没错，尤其是想到许多年后会有更多的人天天来问候他的时候，那简直度日如年呐。我们也别和一个老头一般见识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他的生活就只是在这个屋子里而已。大妹言之有理，你看刚刚连出来一下都吓得立刻滚了回去，他也就到这儿了。井底之蛙，我看算了吧，这老头怪可怜的，连屋子都不敢出的人，你觉得还能干啥？干啥？天天被人日呗。谁说老子不敢出来？你爷他妈我就站这儿了。上。V 字胜利阵型也不行了。国际象棋好像不是这么玩的吧？我更担心你的智商有被 MT 拉低的趋势。嗯，那你来指挥一次如何？瞧着吧。天天不出门的家伙，
果然没什么钱。没想到堂堂的三修大儿子居然会中你们的激将法。看你的意思，你不吃这套了？这种雕虫小技对我可没用。好吧，徒兄，我也懒得拿你做示范。不许叫我徒兄。我觉得对你有用。太好了，锁甲双废头，没人要，可以卖钱了。再见。哎，别，给你就是了。可恶啊，黑剑装备真难。哼，你也让我刷你一次，找找感觉呗。放心，一定有机会的。一个项链啊，可为什么他妈是敏捷的呢？嘿嘿，揉都不用，直接给我。小兔兔，哥哥给你戴上了。我宁可不要，也不会让你的脏手碰我。女德，给你了。等等，项链还是给落雁才对。大美，你到底站哪边？我站公平这边。我也是。你个不争气的大妹，早知道让你去替补，小妹起码向着我。我无所谓啊，你随便。俺也难听令，得望如何吩咐？去门口叫小妹进来，大妹准备出去替补。啥？我出去替补，你也得把项链给落叶。我说会长，你要是让他出去替补，我也不打了。Good job。徒兄别中计哦。不许叫我徒兄，再叫我就不陪你替补了。徒兄，支持大妹替补法。暗夜男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项链哟。接着，徒兄。抢不到哪儿去。可恶，我的 S 型阵型居然失败了。哦，不愧是国际象棋，好难啊，比卖银鳞胸甲费脑子多了。从始至终你动过脑子吗？我们为什么要摆阵势啊？直接控制旗子上去打联盟的老大不就完了吗？就是啊。哎，妹子，你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？人家一直就很聪明的。好吧，既然智取不行，我们就强攻。那离智取还差不少吧？宝贝，你也不比我强。为什么没人？为了掩人耳目，联盟方的禁食也会通过七大宝珠伪装自己。再不来，我们就得回去了。等等，有人来了。地中海，看来你们认识。打火匠，他就是联盟的信使吗？不可能，他要是联盟信使，我名字他倒着写。你的名字反正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我们先观察一下，看看这个家伙有什么动作。这他娘的出口在哪嘞？我说会长大人，建议你不要做没有必要的事。你是说让小妹替补的事吗？我这可是为你好啊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要解决四暗夜，就先要孤立落雁。没想到大妹将军，你看那秃子，要解决四暗夜，他整天琢磨着怎么阴我。这也怨不得别人，当年你要是不把大大姐抵押给人家，也就不会有今天。我就说吧，大妹从始至终都是向着落雁的。那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恐怕永远是个谜。一直跟着你。确定没有被跟踪吧？不确定。什么？不确定你都敢来？尼德，你忘了自己的使命了吗？我说会长大人，你把人家打一顿，然后站在人家家门口，你当人家是瞎子吗？
你和大妹这是串通好的吗？既然早晚会被发现，倒不如先下手为强，不是吗？落叶，快杀了他喂猪！等等，大妹，现在不杀他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先不说你打不打得过他，如果他想跑，被你发现的一瞬间，他就已经跑掉了。会长，别来无恙。你想对朕做什么？当然是想来帮帮你。哼，四暗影之一，居然会帮助自己的敌人，你以为朕是傻子吗？落叶曾经给过我不少帮助，我认为他的话并不是假的。哼，即便如此，他也必定有自己的目的。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但起码不再是我们的敌人，这未必是坏事。既然这样，你告诉我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会考虑让你帮助我。会长，你似乎搞错了吧？现在是你没有选择，而不是我。要么接受我的帮助，要么我便回去告诉其他人你还活着。你以为我会让你回去吗？那你就是接受我的条件了。做梦！大妹，拦住他！再见到大妹，似乎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你们两个在后面嘀咕什么呢？暗夜男去了这么久，也该回来了吧？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抱歉，打扰你俩的快乐时光了。看来我也要快走几步了，省得你死赖到我头上。奶奶的，玩个象棋还耍赖，还带用魔法的？行了，已经死了。哦，也让我打一下。果然还是直接上最简单。亲爱的，我们也粗暴点呗。没问题。你们玩够了没有？要什么了呀？哇，出武器了。完了，新蜘蛛要死。谁他妈让你开的？万一没开出我用的呢？啊，可是出了一把单手剑呢。猪姐姐，你的手好红啊。哦，黑的一逼。这也叫红吗？就是黑死了，黑的我都看不到了。我以后再也不开装备了。都闪开，让我来。循环之剑，加智力的是我的，好吧？哦，说实话，你加了智力后，就会发现它原来不是你的。好了，快给姐拿过来，只有我能用了。嘿嘿，叫声好听的就给你。你找死啊！给。既然分赠完毕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那边有两个血肉兽。可我有强力紫色武器了，两个小怪怕吗？既然你这么伟大，就准备开怪吧。哦，我们不去和麦蒂文打个招呼吗？干，领家耍赖的贱货干嘛？我要上，奈何我。强力的紫色武器，好强力哦。你不加血，我再强有毛用啊？关我什么事？是徐小贱说你的。下次给我注意点。躺枪的傻曼好可怜呢。反正也灭了，能够复活，把日记先交给大法师好了。这是艾拉的小秘密，还没有破解呢。你们干什么？想给我个痛快的吗？我觉得不用我们动手。来吧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大小姐，留得清白在，不怕没人要。算了，反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兄弟们，我们怎么能看着大小姐被蹂躏？别急，还是尽量避免冲突。大小姐，回车。放开我，疼死了。又可以节省点弓箭了。哎呀亲，我多的是。谢谢啊，弓箭。老头，艾拉写的见不得人没羞没臊的小秘密我拿来了。
看来他只是个投机的家伙。也许吧。过去这么久了，暗夜男怎么还没回来？私奔了也说不定呢。在如此昏庸的皇上下面做事，压力大是自然的。哈哈，真是难得听到大妹如此夸奖朕，朕心甚喜啊。您听不懂人话吗？方川，我只是给大妹一个面子，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？给不给的吧，反正也要出去替补。会长既然故意给你面子，那说明他还是希望你留下。是吗？虽然你犯了错误，但经过我仔细的考虑，从团队角度着想，你还是留下来比较好。如果真从团队角度考虑，出去替补的应该是你才对。大妹，怎么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呢？我只是实事求是罢了。再这么耗下去，首杀离我们就越来越远了。你去啊，没人拦你。如果大家表决把会长踢出去，我觉得应该能全票通过。好吧，我不说话了，咱们好好等暗夜男回来。什么？还真的要去宰猪的露台？那我们是去露台解决日记的问题，还是先进去卡拉赞？哪边近呀？应该从最有利的角度去考虑。最有利的就是回家睡觉。从有利角度说，我们还是继续卡拉赞吧。哦，貌似我们要面对最后的 boss 了。最后的 boss 厉害不啊？一般就两种，要么废到家，要么强到爆。哎呀，我喜欢粗暴的。哦，甭管强弱，去探探便知。你们就没人说点什么吗？看来徒儿一不说话就显得很冷清了。你去哪？与其在这等着，不如先看看这个 boss 是什么。剩下的 boss 应该不多了，部落方进度到底怎么样？这是国际象棋。看来这里也有送装的 boss。 是送命的也说不定，国际象棋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握的，除了精通麻将扎金花外，还要熟知跳棋和五子棋。你说的那是国际赌徒，我建议我们先尝试一下，反正等着也是等着。大小姐嘞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在哪儿？奶奶的，这个肉球这么猛，这里上去应该就到塔顶了。不知道浇花他们的进度如何了？他们应该就要回去补充药剂合剂了，信使应该会帮我们了解进度的。我们还要面对联盟的竞争呢。那边我们控制不了，还是专心自己的事情吧。 MT 继续前进。好嘞。这边不行了，小花他们马上就会回来补充必需品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我和你一起去。让你一起的时候你不一起，该你留下的时候你又不留下。你说，听你的。你继续守着，我回去一趟。哦。信还在。我去，你耍赖啊，下个象棋还带打人的？这意思是灭了吗？精通那么多赌技的哥哥也不是对手啊。不能，麦迪文这孙子耍赖。在暗夜男回来之前，我们还能尝试几次。这就是浪费时间。等着不也是浪费时间吗？这次我和碧月控制祭司，看好国王的血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这是去哪儿了？是不是遇害了？我是去找大小姐，还是回去和会长禀报呢？再往上就是塔顶了，那里有什么呀？笨蛋，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我们走吧，最后一段落了。
看看那是什么。我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哎呀，我也明白了，这家伙一定是艾兰的私生子。麦戴蒙发现艾老头和自己的女朋友乱搞，于是就把艾兰关在塔里，艾兰没了女人就发霉了。那艾兰的私生子为啥在这儿啊？艾老头都跑不出去，你觉得他私生子能跑出去吗？有道理。那麦迪文的女朋友是谁？我们刚进来没多久，不是有一个什么圣女吗？就是她。好复杂。喂喂喂，你还当真了吗？这么天大的秘密被我们发现了，他会不会杀我们灭口啊？哦，这里边的家伙们不是一直都想弄死我们吗？看，我们一定要活着出去，把这个秘密告什么宇宙。哎呀，出去后我要写本卡拉赞回忆录。是，我们和私生子拼了。哼，忘了告诉你，耍赖我可是唐家里手的。为什么要我控制马？知足吧你。继续往前走一格，挡住部落的路。来好我，我突然领悟了活的真谛了。不就是耍赖出老千吗？不过如此吧。来吧，下一局。小花还没回来吗？哦，哈哈哈哈，亲爱的蓝棍棍，你的小心肝等不及见到我了吗？你的合计都准备好了。哦，那就赶紧给我吧，我的热血都熟了。怎么样，进度顺利吗？你蒙着个猜猜呗。他说他强力来有木有？可是我见过最近的猫头，这么真的像你的猪头，每次走到底怪都来叫我装备。爱人要爱人皮，马上要卡拉赞了，不要再到底，在你那也有皮筋分享，快到齐，我在背后拍你。喜欢经历，越是喜欢逃避，有时没事倒地，但你却从不离弃。爱要爱你，马上要卡拉赞了，不要再倒地，在你那也有脾气，分享快到齐，我在背后爱你。爱要爱你，马上要卡拉赞了，你要变强力，这次不准来皮，有我来这里。爱不起，我和你在一起多么想过去，难怪我没有问题，输出却开启，对观不要客气，我是爱不起，保持我跑滴滴，我会更强烈，不会再掉下去。